我觉得可以，我可以多一点，对呀，对，可以多一点，因为我之前我没有自己的演唱会，所以这次在这个 Store Hall 的 venue 可以跟我的好朋友 Ian 一起唱歌，我觉得这It's like 我们两个有自己的世界。对，我们在台上唱的时候就是很投入在自己的两个的世界，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多一点了，因为好像是第二场才看刚刚我们，对，所以也期待我们还有更多合作的机会。而且我有很多歌我想唱，但是我没有歌机会唱，所以希望可以下一次，对，下一次我们两个可以有这个 concert 再一次再合作。